三和四之间还有个不三不四的数字，只要找到它，就可以随意穿梭时空，完成人类的顶级跃迁。可是没想到，当一名顶尖数学家提出来这一猜想，却被当成疯子关进了精神病院。他的嘴里念念有词，而他的手则不断地在画板上写下1234，随后递给医生。他试图向着医生解释，现在的数字排列是绝对错误的，而我们人类的伟大进化就取决于能否找到那个奇异的数字。医生则有些无奈，好歹你是大名鼎鼎的数学家，怎么执着于这些荒谬至极的东西？但是看到他这么坚持，于是医生想了个办法，他让数学家用糖豆来表示那个数字。于是数学家认真地开始摆放，但是多年来他一直追寻这个数字，每当到达最后一步，总会有一股冥冥的力量阻碍他的计算。这次也一样，一时间他变得手足无措。医生见状劝解说，我说的对吧，那个数字根本不存在。可是数学家一听，马上愤怒地站起来大吼，它绝对存在，有莫名的东西一直阻挠我找到它。医生一时间也很是无奈，可是没想到，就在护工准备带走它时，数学家悄无声息地踢开地上的马克笔，而后一把推翻糖罐，趁乱一把抓起马克笔和几颗糖果塞进了嘴里。而数学家所住的房间正是奇异的304房间。下班的医生走入电梯，可是却惊异地发现，四楼到达三楼似乎确实比到达其他楼要慢了一些。难道三和四之间的数字真的存在？不信的话，大家自己对比下时间进度是不是一样。就在医生的惊异不定中，电梯门开了，可是这时医生也不由得有些动摇了。一回到家里，他就再次打开和数学家刚才的录音，一边听一边翻看一些资料，可医生也看得一阵头大，到底是老数学家到底疯了，还是这个世界是错误的？一时间他有些搞不明白了。而后医生直接去了小酒馆喝酒，可是就在小酌之时，他意识到什么，猛然转身，却看到了本该在精神病院的数学家，而他还在玻璃上写着一些东西。医生意识到不妙，连忙去追，可是数学家跑得飞快，转头就消失在了昏暗的街角。医生急忙追了过去，紧接着他看到了几十年前的老式电视机，上面正在播报一则新闻，说的是一场车祸发生了3天，而被撞身亡的人却很奇特，身份现在都还没查明，就像凭空出现一般，如果有人认识请及时提供线索。就在这时，背后一阵急刹车声音吸引了医生，猛然回头，却发现一场车祸正在发生。他隐约觉得这可能就是电视上正在播报的事件，可是这时医生被一阵急促的电话吵醒，原来刚才在小酒馆发生的一切都是梦，可是电话中的消息却令他极其震惊，于是他立马赶往医院。一到医院，护工就急忙告诉他，医生消失了，而门窗都没有打开的痕迹，房间很奇特，你看看就知道。就这样，医生推开了门，却发现整个房间的墙壁上密密麻麻，全部都是如同天书一般的数学公式。医生一脸震惊地看着这一切，难道这个数字真的被数学家算了出来？这时他忽然发现了什么，随手捡起，原来是个马克笔帽。医生瞬间想起自己小时候曾经遭遇的车祸现场，就遗留了这么一个马克笔。一个大胆的猜想浮现到脑海，难道当时的那个人是教授吗？可是这时候，护工看向了医生留下的糖豆，伸手就去拿了起来。医生连忙阻止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糖豆划过优美的弧线，直直地落入护工的嘴里。可是桌子上却再次出现了一颗糖豆，而完整的记忆此刻也涌上医生的脑海。糖豆、马克笔，一一对照，小时候的那场车祸，撞死的分明正是现在的数学家，也或许他并没有死，只是去了另一个维度。元芳，你怎么看？